报道了，水美玲报道是，嘿，我想讲你要家己主持，咱这个嘛是吼，话到可是不同的场地啦，我袂当讲这样呢，不能缺菜就炒，不会啊，我们这个话到该来就无同款，一样啊，主持嘛。外场爱海，内场免海啊。外场爱海哟，系啊，阮家内底嘛爱海啊。哎呀，你若唱那首人生的舞台就爱嗨。哦，对啦，对，就看什么歌曲嘛。就像这首歌曲，它不适合活动，所以我不敢动。这首，但是不敢动的时候就觉得很怪，抒情歌，因为动习惯了。但是呢，就是配合歌曲的这个音乐声，对。这首歌曲我在动的话就很奇怪，所以呢，我难得的温柔，难得的文静，难得。哎呀，什么歌我们就要用什么歌曲的曲风来表现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先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假日愉快。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呢，在现场帮我鼓励掌声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。
线上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是。今天刚刚是从下午就到现在了，对不对？下晡也有一场啊。对对对。钻石舞台、这个。我只有叫我第一名，下晡是陈大哥的。然后呢，刚刚我在边开车的时候呢，有看到今天呢我们的开场的哈，拉开节目的序幕的时候呢，我的领薪斗丁呢出现在节目当中，对，然后呢还要看到我们现场这么多好朋友帮我传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更加的看到我们的妹妹姐姐，哇，她的手势跟我是一模一样的，哦，嘿，拜神明的时候，这个手势就我是。你那路车，你就卖讲话。哇，真的学得好像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前面那一句，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嘿。对对对，就像那个醉逼影啊，我在会场上的时候，就连团主哦，男的，他也会跟着我醉逼影。查甫的哦。哎，对对对。安尼哦，哎，王大哥，你下回可以挑战这一首看看。因为最美最美人是要温柔一点嘛，看他能不能扮女装。因为当初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，老师有跟我讲，所谓的醉逼呢，就是喝酒不是很醉哦，就是人都想讲哦，这首歌其实是不是就喝酒醉了？冇就这私讯哦，我每天都收到很多私讯，然后还有人跟我讲，我今天早上才收到一个我不认识的来自香港的朋友，他跟我讲说，哇。你叫做醉美人，你一定很会喝酒。不好意思，我一杯醉。大家都会这么想。一杯帮，一杯我不太会喝。一杯倒吗？我不会倒啦。不会倒。对，是酒量是不至于只有一杯啦，就是因为心脏不好嘛，所以说我尽量不要喝酒。啊，其实我老弟的时阵呢，我爱采公杯。哦，安尼哦。系啊，因为我是醉美人啊。公杯内底放安尼是够是安尼。一半开水啦。对，其实我们也不建议这个好饮。我在台上常常跟人家讲说哈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吗？喝酒不开车，开车要边开边喝。嗯，这个酒味还要盖过去啊，负负得正啊，被警察撤路起来。啊，确实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最好的就是说。这个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不是只有说我们自身的安全，还有的呢，顾紧自己的荷包。对，你若感觉你的荷包呢，你若落地也伤大，我经过这落地还阁有会当开车。即马嘿，安全较重要，对对，安全起见，对对对，顾好你自己安全，你的家人就跟着你安全，你快乐，家人也跟着你们大家一起快乐。对，我们非常平安就是福。对对，邀请到何华呢，今天带来他的其中之一，唯一琅琊莹，对，这首歌是算抒情歌曲哦。是的，何华的这个十首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很多不同曲风的。对，哎，大家喜欢快歌啦，或者对唱歌曲也有。是的，轻松的啦，感情歌啦，是的，都有。是的，还有这种舞台上要娇媚的，要温柔的。对哦，对，爱有感情味的，有感情度的。嘿，我内底是无恐放啥的歌啦。你听起来感觉像放啥个七天嘞？其实这首歌曲呢，这首歌曲有的人就有人问过我说，为伊人啊，伊是不是红放啥的歌？我讲不是。其实呢，这首歌老师写这首歌，他的想法是重逢的感觉。哦，分开嘛，不得已的时候要分开，但是呢，分开那时候那一刹那。就是很难过，很伤心。对啊，可是呢，期待着我们下次的重逢。所以继续挂起也诠释，它不是分开的歌曲，它是期待下一次的重逢。期待，对，好，真的是很棒的歌曲哦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何华，谢谢师娘，谢谢各位同学，谢谢。